你们怎么在一起？他是我兄弟啊！他是我兄弟啊！好，这是我蛮喜欢的款式，是吧？这个好好看，可以帮我拿一下这款吗？这款对吧？对对对对对，是这个。对对对对对，你可以试着跟我求个婚。对对对，我确定啊。愿意嫁给我就是他了，帮我包起来，我要买两个。不好意思，先生，我们这边是凭男士身份证本地替申请人定制一枚。我给你们加钱可以吗？抱歉，真的不是钱的问题。两倍呢？真的不可以，我们规定是男士一申请人定制一枚，也是代表着一申请案例的这一个啊，你们怎么这么死板呢？你们两个怎么在这里？她是我闺蜜啊。你们怎么在一起？她是我兄弟啊。她是我兄弟啊。你们怎么在一起？她是我男朋友啊。我是让她来陪我买戒指的。哦吼。我也是让她来陪我买戒指的。原来我们都误会了。小姨子。我这辈子只想和你过，这枚戒指是我的心意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谢谢，我们用完了。小粉牛，你是否有很多我好？为什么别人在那？其实我们刚刚在拍视频，对，网上很多人在质疑 DR 是不是真的男士一生只能买一枚，然后我们其实是在做这个测试。对，确实是这样的。我还想问一下，就视频能放抖音吗？没问题的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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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Later。陈嘉文，你是不是又在里面整我啊？啊，大哥，你再不出来，我打死你！来。面对疾风吧！住手！
哎呦我的妈！比方你放进去，比方说就是今天不要紧张，就是平时考试一样。对，穿多点，穿多点，不要考场了，冷到了啊！现在喝水哦，自己拿着喝，自己拿着喝，快快快，来，穿裤子，叫上，赶上！来，起来，赶上！快点！说吧。加油啊！你这样加油，好啊，好啊！不要紧张，千万不要紧张。好戏呀！来，坐坐，坐。高考，加油！小马小二郎，每天拿书包进学堂。你不当兵是吧？今天我找了天浩来假装我的男朋友，等一下加油，看他有什么反应。嗨，坐坐。面在家，大娘，我男朋友。谢谢你这段时间对他照顾的这么好啊，挺感谢你的啊。我给你去倒杯水吧。给我倒杯冰的。好。晚上临时有点事，明天晚上再去陪你好吗？你要在这里说话。哎，啊，兄弟，男人多几个妞很正常的。你别知道了。啊？知道又怎么样？跟他玩玩而已啊。正常啊，随路进去玩呢，是不是？你别说啊，没打。安静的。是吧？我在和他聊天，聊的很好。等下想去吃什么？生煎包。谁来帮我绑一下我的钱包？不是，你说啊？平时都是他系的，管那么多干嘛？绑个皮带。啊，绑不错。重新绑吧，都没绑好，怎么绑？晕的，起来。你说他没有病是吧？其实这是个套中套，其实我们俩是认识的。我还给梦田准备了一个惊喜，假的啤酒瓶。等着吧，冯梦田。你说他没有病是吧？啊！你要干嘛？不是，是假的。别管他。假的，你看吧，别病了，就烂了。假的，没事，你看不疼，真的不疼，啊、哦！吓死我了！哦，没事，哦，乖，没事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陈嘉伦起床了，吃饭啦。哦。喂。努力为成开。那怕人。努力为成开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？你在干嘛？没干嘛，出去吧，那出去啊，快出去啊，你干嘛？这为什么衣服那样翻？你闻错了，你鼻子有问题，出去。哎，不是，我是过来找我侄子，我刚刚想点外卖，他怎么也找不到了，哇，太奇怪了吧？陈嘉伦，是啊，没有，你看，没有，你弄的对吧？是不是你弄的？